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少少嘅馬咧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嘉應之星勝得精彩都快喎，咁啊再見到第三位啦，響外邊啊柏林探戈啦，內欄第四灰馬仲有精神威，中間第五粉紅衫都靈太陽，第六位大白鼻梁嗰只咧就高大威猛啊，後邊嗰五匹馬時時有餘啦，勁搏紫色衫尾四嘅，尾三紅眼罩飛輪閃耀啊，尾二就九寶暫時包咗落尾嘅馬係嗰只勇猛神驅嚟嘅，過咗呢個千四米嘅段處，前面帶頭嘅。馬匹咧就嘉應之星喎，跟住第二位啊，咁啊有埋辨位置啦，精神威啦，出邊咧就柏林探戈啦，中間第四係勝得精彩啊，再邊嘅第五位高大威猛，再數落粉紅衫都靈太陽啊，後邊五隻勁搏時時有餘九寶尾爾飛輪閃耀包咗落尾噶嘛，仍然係勇猛神驅嚟嘅，過埋呢個一千米嘅段處啦，次序上咧喐動都唔係話好大嘅，嘉應之星慢慢壓到埋嚟噶啦，柏林探戈扣女就跟住佢埋啦，第三位精神威，再後邊嘅馬勝得精彩高大威猛都令太阳劲搏啊！尾四时时有余啊！尾三外面红眼罩有呢只飞轮闪耀啊！尾二红帽九宝啦，包咗落尾嘅马咧，依然都仲系嗰只勇猛神驹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咯，前面咧都仲系嘉应之星就占先少少入嚟嘅，柏林探戈就第二位，再后边嘅马啦，出边咧咁啊红帽黄衫就胜得精彩啦，出边位置追红眼罩飞轮闪耀已经系上咗嚟啦，后边嘅马粉红衫响外边都令太阳最出勇猛神驹冚住佢啊！兜到嚟最後二百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係飛輪閃耀啊，入邊勝得精彩追緊佢，外邊勇猛神驅啊，都靈太陽喺中間俾人夾住唔夠位啊，出邊上緊嚟仲係時時有餘，最後一百米飛輪閃耀接嚟一個三米，後邊有勇猛神驅，都靈太陽打開咗上緊嚟，接近終點國際三級賽精英碟嘅得主，似乎。飞轮闪耀咧就啱啱有机会到先，因为冲上嚟嗰只都灵太阳啊，真系头嗰三百咧粉红衫嗰只俾人冚足咁耐噶，因为勇猛神驹一路冚住佢啦，第四系时时有余啊。赢马就沈集成马房，呢只就飞轮闪耀紧紧到啊，八度跑第二咧就都灵太阳失足成条直路，因为另外一匹沈集成马房嘅勇猛神驹咧。潘顿逼住佢，咁啊佢又跑第三啦，上上有余就时时有余跑个第四啦。哇！真系封呢个位置精彩到不得了。系啊，自己赢唔到都靠你赢啊！好嘢啊！即系系啊，由八到黄金